知道吗？我觉得还是硬要帅的感觉。走进录音室里头乱唱一通，却因为拥有超高颜值，帅气度依旧不减。就是比较帅，你应该是确诊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得的是帅哥病。我就问，我新专辑发行了，各大超人平台都可以听了，你们在乎吗？没有。太帅导致新专辑发行没人理，知名 YouTuber 美丽本人打造俊俏美型男互助联盟短剧，演艺圈三大男神一一现身诉苦。他就跟我说：“你好帅。”天哪，太惨了吧！结果他逼我去演电影，结果演了就红了。不想当一个帅哥，但大家就觉得我帅哦，很不舒服。自从我进大学之后，我很想跟大家打成一片，所以我就很积极的参与各项的社交活动，唱歌、联谊啊，喝喝小酒啊。但我发现，他们只愿意约我出去，大概第二次就不再约我。他说，没办法，找你出去，所有人都被你拔走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另外，炎亚纶出演实境综艺节目时，买个午餐也被老板狂赞，真的很帅。导航是炎亚纶，我应该想要叫什么？那500给你找，谢谢。被夸帅依旧相当谦虚，炎亚纶在节目中亲和力十足，不做作形象，再圈一票粉丝。TVBS 新闻，肖明正、周佩宇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